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欢迎来到英语圣经时间，我是 Inky。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English Bible Time, I'm Julia。 Hey Julia, 我之前有做过一个很费工的芒果蛋糕、虽然很花时间，但当我看到完成的时候呢，光看着它就觉得哇，一切值得了。所以你完成辛苦的制作过程、看见辛苦工作的果效咯。但今天的经文也有这样的情景。Let's read the Bible together. 启示录第十四章十三到十四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Revelation chapter 14, verses 13 and 14. Then I heard a voice from heaven say, Write, blessed are the dead who die in the Lord from now on. Yes, says the Spirit, they will rest from their labor, for their deeds will follow them. I looked, and there before me was a white cloud, and seated on the cloud was one like a son of man, with a crown of gold on his head, and a sharp sickle in his hand. 今天的第一个单字是 rest from. Rest 是一个动词，有暂停、休息、躺卧、保持不变。那也是一个名词、有其余还有其余、剩余部分的意思。那虽然有很多语义，比较普通的用法还是休息跟停止。今天的经文说 rest from， 从休息或是停止做。例如 we should rest from worrying about our kids、but learn to trust God to guide them。 我们应该停止担心我们的孩子，而是学会相信上帝会引导他们。那这个用法也是今天的经文里所提到的 rest from their labor， 意思就是息了自己的劳苦。今天的第二个单字是 labor， 除了 labor L-A-B-O-R， 我们也会看到 labor L-A-B-O-U-R 这个拼写。其实这两个是一样的，只是 labor L-A-B-O-R 是美式拼写。 labor 可以是动词，有劳动的意思，但这个劳动是比较费劲的辛苦的工作。那今天的经文里的 rest from their labor 的这个 labor 是一个名词，有劳动、工人、临盆、分娩的意思。那三清翻为劳苦，大家熟悉的 work 跟 labor 都是工作的意思，但是他们是有差异的哦。Work 是指更广的任何种类的活动，例如办公室创意管理的工作，比较需要高度的专注力去完成的。而 labor 通常是指体力或脑力劳动，像是、建筑工人或是农民等，承受身体的疲劳。所以 rest from their labor 可以让我们更能感受到为神劳苦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那今天的第三个单字是 deed 或者是 deeds， 是复数，这是一个名词，有行为事情的意思。例如 do good or evil deed 就是做好事或者是坏事。 A small deed of kindness may save somebody's life， 一件小小的善举有可能会挽救某人的生命。那 deed 也有行动所产生的影响，或指个人、或指个人或团体的善行或社会贡献的意思。那所以、今天的经文 their deeds 虽然没有直接提到 good or evil、这句强调他们的工作所带来的好的、后果或者是影响，因此中文圣经翻成他们工作的果效。今天最后一个单字是 sickle、它是镰刀的意思，它有弯曲的刀刃，
短短的握把是一种工具，通常拿来切割草或量作物。我们什么时候需要镰刀呢？就是要收割的时候。那今天的经文里提到 a sharp sickle in his hand， 人子手上拿的不是普通的镰刀，是又锐利又快的镰刀，给我一种收割的时候迫在眉睫，时间不多了这样的紧张感。我们不知道神什么时候会再来，但是那之前的每一天，求神帮助我们不要懈怠，继续撒种等候神。今天的圣经英文时间就到这里咯。拜拜。